就好近，来自中国的大陆的山西太原。我喜欢听音乐、绘画、唱歌、跳舞、滑冰，还有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我的快乐。作为双子座的我呢，是一个热情、活泼和富有想象力的人。参加这次 SC 比赛真的让我收获很多很多，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有那么多人支持我、帮助我和鼓励我，是大家给我温暖和力量。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我愿意大家一同努力，用我的美丽和智慧代言出无限精彩。当然了，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会遇到许多的坎坷。我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吴师傅你觉得我应该怎样去做呢？吴师傅可以帮助到我。风水大师吴子明，你我人生的好向导。回归十周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记者招聚会，现在有请加拿大华人乒乓球协会会长冯典庆先生宣布庆祝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之香港回归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今年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无论是对中国或香港特区而言，都是一档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其实这个机会，作为国际和界可以回顾一下香港十年来的挑战、成就和展望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今年在香港海外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香港文化、体育、展览等晚会，以见证香港人以为荣的追长不息的发奋创造精神。驻加拿大经济贸易办事处这一次给了我们中华乒乓球协会一个机会，是组织这个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那我们是做了很多工作，具体就是场地问题呢，我们在这个约克大学呢就出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可以用那1200人参赛的。还有呢，这次我们要求了6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来参赛，其中有中国国家队、中国香港队、山东鲁能队、加拿大国家队、美国队、德国队，加上多伦多、温哥华、马蒂和跟卡普里100多名运动员好手来参加这个城市。这是加拿大乒乓球运动上百年罕见、难得一遇的群运会，场面是非常热闹，情况是空前的。而且呢，这次奖金是非常高，我们是筹出一个奖金是17500块的奖金给运动员的。那现在呢，我就想介绍一下，是我们的刘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参赛的运动员跟他们的成绩。今次我们呢也都有好荣幸呢，就请到好多是顶尖级的乒乓球的国际好手呢，就过来加拿大参加。在加拿大历史上面呢，乒乓球上面从来没见过这么高水平的选手来参加。那么好像今次藉着香港回归十周年呢，那么首先我们讲讲我们中国国家队派出来的队员。那我们有两位非常之高水平的选手，一位是尹蝕。李蝕呢，他就是右手弧圈就结合快攻的打法，他呢就是国家队的成员。咁佢曾經打過咧，呢個全運會咧係第二名啊，唔使出第二名。咁啊個水平非常之高，而且咧前途係無限量。咁啊另外一位
佢嘅拍檔咧就有黃軒，黃軒咧本身係一個揸住係削球手嚟嘅，咁啊好少啲啲削球手咧打到咁高水平嘅。咁呢個削球手咧曾經贏過好多公開比賽，咁咧就今次一過到嚟加拿大咧，會面對咁多高手嘅比例非常之高興。咁呢個削球手咧佢打法咧非常之刁轉，結合咗手中有攻啦，咁而且咧嗰啲板嘅速度啊同埋回圈咧非常之刁轉嘅。咁呢兩位就係中國派嚟，咁由李黃親自帶隊，今次咧係非常之榮幸請到佢過嚟。咁我今日講翻第二個主角就係我哋香港隊，香港隊咧將會派出江天一，江天一咧而家世界排名咧係排到67，係非常之高，佢左手橫下係反接兩邊弧邊嘅，拉得非常之好，嗰啲攻勢非常之猛，係一個全攻型嘅選手。咁佢拍檔就謝家俊。謝家俊咧係一個後起之秀，一個年輕人，非常之好，香港打波打得非常好嘅。咁佢同曾經咧係參加好多比賽咧，就係雙打、單打咧，都有非常好嘅成績。咁呢兩個咧就會代表咗香港隊咧為佢哋參加。咁我哋加拿大隊咧亦都派出國家隊嘅成員加拿大排名第一張牌。咁佢嘅世界排名咧係103，咁咧係一個非常高水平，右手橫板弧圈兩邊拉，咁亦都係一個全攻型選手，到時咧好精彩嘅比賽。咁另外一拍檔就黃俊，黃俊就係啱啱上次打過我哋嘉華杯嘅，咁佢亦都攞到冠軍嘅。咁佢嘅兩邊嘅打法咧係快攻結合圈近近台遠台，係好全面嘅選手。咁我上次咧就好多朋友都見識過佢嘅球技，咁大家都讚歎不已嘅。咁今次咧佢同張鵬結合咗成為加拿大國家隊代表參加我哋呢個比賽，我哋好榮幸得到佢哋參加。咁另外美國隊咧派咗兩位好高水平選手，一位咧就係 Billy Zhang。標裝咧就佢排名世界222，係美國而家係 number one 第一及第一號嘅種子選手。咁佢另外嘅拍檔咧就係肖玉，咁咧佢亦都係一個後起新進球員，咁球技非常之好。暫時咧佢雖然未有世界排名，但佢嘅水平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我哋好期待佢嗰隊咧去參與呢個盛事。咁我哋另外講一隊咧，值得睇睇咧就係國家呢個歐洲派過嚟嘅德國隊咧就過嚟。咁德國隊上次嘅 Thomas Kenneth 咧都過咗嚟打咗加華杯，係攞咗第二名嘅。咁佢球技大家有望到啦。咁佢亦都係橫板弧圈兩邊大攻嘅，亦都係全攻型嘅選手，好全面嘅打法。咁個人咧非常之友善嘅。咁我哋咧就講到少。咁今次咧佢都同埋佢隊友一齊過嚟，隊友就係 Joe 咁佢一直過嚟咧，佢嘅而家係有世界排名係排名世界76嘅，咁係非常非常高嘅水平。咁另外佢隊友咧亦都喺歐洲咧就喺德國裏邊打係排名嘅12，咁啊 Thomas 排名。咁兩個都係非常之高水平嘅運動員，代表歐洲呢個德國隊咧過嚟呢邊參賽。咁啊，仲有一支隊咧就係中國嘅山東魯能隊，咁咧佢哋實力都不容忽視嘅。咁佢哋咧就派出兩位投手，咁另外一位咧就係跟進過嚟咧，就係兩隊咧都要過埋一齊過嚟打波。咁佢哋兩位投手分別係楊曉夫啦，20歲，咁咧佢係右手橫下弧圈兩邊快攻，哇，非常之鋒猛嘅球員嘅，呢個前途無限量。咁佢嘅拍檔咧？就係、是、李哲，就係、是、係周音。周音咧亦都係一個非常年輕嘅球員，佢打法咧亦都係好刁轉、好凶狠嘅。咁呢兩位咧代表山東魯能俱樂部，咁係兩位最係主力嘅投手嚟。咁佢哋曾經喺國外咧贏過全運會第二名嘅三項團體賽，亦打過中日同嘅交流賽，經驗非常豐富。相信咧必有一番好精彩嘅惡鬥。咁我哋總數咧就有六隊嘅球員過嚟㗎，咁我哋就好希望、好期待住今次咧呢一個比賽咧係會有一個非常非常精彩嘅演練，咁希望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錯過。我而家仲喺度緊氣，首先好多謝加拿大乒乓球協會舉辦呢個國際乒乓球邀請賽，係為慶祝香港十週年回歸。咁香港十週年回歸咧，其實對香港人係一件盛事，對中國人亦都一件盛事。咁通過今次嘉華乒乓球協會去舉辦呢個活動咧，我哋希望可以將香港回歸嘅信息咧更加深入民心，咁介紹到俾加拿大每個角落。咁今次好高興咧，我哋可以請到咁多隊強隊出嚟咧，作一個表演賽啦，令到我都沾染咗少少佢哋嘅氣氛。所以頭先打起上嚟，我都有翻少少勁，好耐冇打過乒乓球。咁我覺得今次係一個好好機會俾我哋一對一場好高水平嘅表演賽。我亦都期望當日可以睇到個個選手嘅精彩嘅表演。我亦都希望喺呢度咧呼籲大家可以多啲踴躍嚟參加到時咧希望可以多啲朋友可以出席呢個表演賽。
我亦都好感謝咧總領資管咧今次亦都協助到我哋今次舉辦呢、這個項目。咁因為好多你嘅支持咧，其實好多方面咧中國總領駐多倫多總領資管咧，其實係提供咗好多嘅支持俾我哋。咁我喺呢度咧衷心咁多謝佢哋，多謝。冯会长、唐会长、苏处长、肖处长，各位媒体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嘉华乒乓球这个协会新闻发布会，关于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乒乓球友好邀请赛。这个，我说我代表朱董领事宣读这个贺信。加拿大华人乒乓球协会这次香港回归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举办之际。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对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向来自世界各地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们表示最良好的祝愿。香港回归祖国十年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并对香港的前途和发展充满信心。这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典范，衷心祝愿香港的明天更美好。祝贺香港回归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取得圆满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朱朝英，加拿大华人乒乓协会全体嘅会员同埋义工，120,000咁感谢多伦多嘅所有华人团体同华人商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嘅领事先生，同埋香港办事处嘅所有嘅官员，对我呢场比赛做了很大的支持，如果他们支持我们这场国际乒乓球赛是比较难成功的，因为它牵涉面比较广，所以我们就做了大量工作，请了这个六队国家的乒乓队过来。就当日我们在约克台就进行两日的比赛，同时11号朝早就在这个馆进行10点到12点钟就乒乓球的现场热身，他们训练，所以歡迎各家傳媒啊，都可以入嚟參觀同埋拍攝同埋作訪問。我好希望呢次國際乒乓球賽能夠得到圓滿嘅成功。多謝大家。多謝唐景良先生。2001年嘅時候咧，佢係一小撮嘅人啦，包括而家坐咗嘅孫教練啦，同埋阿 Sam 啦，同埋仲有幾位咧，咁佢哋開始。在大洲文化中心的一個小組，咁教打乒乓球，舉辦下少少乒乓球活動咁樣開始。咁一路到咧，舊年嘅11号，嘉華乒乓球隊先至正式成立嘅。咁就你睇下歷史好短，個會舊年11号成立，一路到而家。但係喺而家。我的會長馮生啊，同埋幾位啲執委啊，啲副會長嘅帶領之下咧，呢個會咧，而家今時今日睇到嘅地方咁靚，咁你喺呢度咧，一個每個星期七日佢都開嘅，由朝頭早9:30一路到夜晚10:30，佢有20張乒乓球台，咁佢歡迎大家嚟打乒乓球入會做會員，做會員一啲都唔貴嘅。我剛才聽說是做這些金牌會員的高 membership 是350元，就普通會員是200元，一年的這個會費，所以就很抵的。那你在短短時間，他們現在已經有150個會員，還有搞這個活動，那這個活動耗資呢，根據會長跟我說差不多10萬，所以呢，這個也都是今年香港經貿處支持的那幾十個，我們一共差不多涉到埋有30到40個回歸的活動啦。剛才幾位都講過，有文化的，有體育的，有商業性質的，有娛樂的，我們有音樂會，有展覽，各樣都有。其中一個最大型的一個是屬於最大型的幾個活動之一。咁所以呢次我們都很多謝嘉華乒乓球會。我哋呢個工會都有票迷嘅，咁啊另外咧喺 Visa 嘅新超市啦，喺唐街御華酒樓啦，咁喺富華超市同埋呢個太古嗰範圍都有票迷嘅。咁我哋門票係30元一張，咁啊譬如咧而家就好希望啲傳媒
幫幫手推啲票，因為好多啲係乒乓球過到嘅係順體，有時咧就都未收到呢個信息，就希望大家幫手咁啊，將嗰門票推得更好啦。我哋呢個單對派賽係五局三勝制，每盤十一分，我用40mm 嘅波打，咁反過嚟咧就會係用最新嘅紅色嘅 Rainbow Table 比賽啊，呢個 Rainbow Table 咧係國際公認嘅最高質素其中嘅最高質素嘅台嚟。咁我哋去決賽嘅時候咧，我哋會以七盤四勝制十一分嘅比賽啊。咁我哋有團體同埋星局兩邊爭嘅。咁團體呢邊咧就兩人一組。咁你就會先打兩個星局，然後再打一個 double， 然後再打兩個星局。咁你以呢個係五盤三勝制啊，咁樣嚟決定。就每有三隊咧會喺馬加比做個簽名會同表演賽。有三隊咧就會去到萬錦廣場咧就做個簽名會同埋一個表演賽。咁到時我哋有啲光板嘅。咁當晚咧就會俾啲運動員咧，我哋球員咧就簽名，咁大家可以買呢個光板咧做紀念。咁到時咧，我哋會安排啲記者，同埋我哋會準備曬一切嘅嘢咧，就係歡迎各位係去參加呢個簽名會同埋表演賽。咁到時個都會非常精彩，亦都好多人係問緊呢樣嘢，我一個好中意嘅點啊，我就冇必要。咁我哋嘅時間會係5:30到6:30啊，係5月11號啊，係5:30到6:30，就分別喺 Marco Village。城市廣場同埋 First Mountain Place 萬錦廣場嘅表演。哇！选手李菁，今年18岁，我来自湖南。我有着乐天的性格和丰富的舞台经验。我的梦想是在不久后的将来，能在属于我自己的舞台上发挥自如，展现我最美最好的一面。因为我相信，在那个舞台上，我永远都是那颗最美最亮的星星。借着第一新媒体的力量，我有了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让观众朋友们能够与我一起分享舞台上的精彩。走进 TNT 超市，观看第一新媒体，它一定能给您带来最新、最快、最准确的信息。